皆さんこんこにちは桜の花中国語コーナーナです偽中国語は近年ネット上で流行っていて日本語の表現のままで中国人と交流できるような面白い言葉や表現のことです。では本日は偽中国語から本格的な中国語を一緒に学びましょう。中国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你的中文真棒 你的中文真棒！你的，你的，我的，我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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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他的他的 中文，中文，汉语，汉语，日语，日语，英语，英语，真棒，真棒。 真好，真好，真不错，真不错，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很不错，很不错。

完全没问题。中国话对，那怎么我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无法，无法，不能，不能。 中国语でなと言いますか？我太喜欢你了，我太喜欢你了，太、太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練習してみよう。 你的中文真棒！我今天有事儿，完全没问题。我无法理解，我太喜欢你了。